消防局为着要强化山区抢救的专业和能力，第一摆结合着林务局办理搜救训练，强化和林务局方向的联系。当发生事故的时阵，会当更加有效率完成勤务。啊，最近国人啊，这个登山旅游这个风气啊，非常兴奋，尤其呢，啊，武汉肺炎呢流行之后呢，啊，登山如果更是啊，一天呢，每天呢都在增加。那水漾森林呢，是国人呢啊很想去的地方。那有些民众呢，因为路线不熟啊，常常迷路，甚至造成事故啊。所以为了给国人跟我们县民啊一个良好的救灾能量及服务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办了三天的这个水漾森林的一个救灾路线探勘，希望给国人跟县民啊一个良好的救灾能量及服务啊。希望啊民众呢啊要登山之前呢，一定要做好相关的登山准备。局长卢清海呼吁，山友伫出发之前，爱甲装备来检查，查看有坐船无，嘛爱对着花博路线来爬山，可以当伫事故发生的时阵，予搜救人员会当迅速确认所在，前往现场来抢救。大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